2月23日，袁姗姗晒出了自己锻炼的一幕，并说昨天的放肆，今天的偿还，拉伸的日子很苦，还是要坚持啊。这是袁姗姗减肥日记和健身的瞬间，可以看出她也是很拼了。但是体重过百的袁姗姗仍然坚持锻炼，坐在地上在做拉伸运动，还有人踩着她的背监督她。网友感慨袁姗姗的减肥饮食很是健康，但是对自己还是挺狠的，纷纷留言说你已经很瘦了，要注意身体哦，这减肥餐看得人心颤。春节假期全家欢聚时刻，自然少不得吃吃喝喝了。这每逢佳节胖五斤的定律，让不少节后症候群非常烦恼。别担心，春节及时雨来啦！娱乐圈马甲女神袁姗姗减肥日记曝光，这简直就是吃货们的福音啊！而对于袁姗姗手写的减肥日记，很多网友也纷纷留言表示，能不能天天更新，跟你一起坚持。由此看来，袁姗姗这套减肥计划对于网友们来说也是超实用啊！